330ml 有。四季豆，对，四季豆这一包，一包。我今天比较晚去菜市场，所以蛮多摊都收起来了。但是因为我今天并没有要买很多菜，所以其实也还好。我买了甜柿，我超爱吃的甜柿，10颗，每一颗都就是这么的漂亮。然后去全联买蚝油，今天买了四季豆、甜豆、甜椒跟葱。昨天去。就是昨天，就是我在那个网络上买一个这么大的保鲜盒，想说全部都要来装菜，就是像这种菜，或者是没有吃完的菜。然后我昨天本来是想要自己开箱，结果我老公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就被我骂，因为我是想要自己拆包裹的，结果他就把我打开了。像冰箱常常都会有这些，就是你打开过然后吃不完的菜，然后就全部这样堆在里面，就是有时候会很难找，然后冰箱又很乱，所以我想说要把它全部都塞到这个里面，就这样子把它们塞在一箱，这样子煮菜也比较方便，你就可以一整箱拿出来看说有哪些剩菜还没有煮吧，赶快把它煮一煮，比较不会放很久然后坏掉也很浪费。现在呢，要来拆包裹。我买的这个是六件组，就等于它里面有六个不同大小的保鲜盒。然后我这样子六个组合是6690还是699，所以就是3500ml一个，1200ml一个，然后850ml一个，550ml一个，330ml有两个。这样子大小其实也是不错，因为像有时候你可以装一些吃完的小菜，或是装一些蒜末或是葱花辣椒没有切完的，就可以装在这种小小的里面，然后这大大的人就可以拿来装水果或是蔬菜或是你没有吃完的一些东西们，这样子它真的整个超级厚实，买到这个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有弥补到我那时候没有买到的那个遗憾。现在拆完包裹呢，刚好有这些跟纸箱可以让我装烤盘，就是
疑似故障的烤盘，然后我要把它寄回去他们公司让他们修，所以就现在把它包一包。今天呢，我们要吃的是就是虾子，等下把它炒一炒。然后这个是要跟松板猪一起炒的蔬菜，然后这边是等下要放到气炸锅一起炸的，就是年糕也是，因为我不想要再让它放下去了。这应该要分成两次炸，因为有点多。